在退休的十年到十五年之前就已经很有系统的在规划。50岁决定学绘画，打算花上10000个小时来完成这个兴趣，并且开画展。严格讲起来，哪一天要走不是你可以决定的，就是生命的长度是上帝在控制，可是生命的宽度是你自己决定的。